演什么？我唱歌。唱什么歌呢？唱梦中的额吉。梦中我知道，额吉是什么意思？额吉就是妈妈的意思。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？因为我想妈妈的时候就唱这首歌。告诉妈妈在哪里呢？妈妈在天堂里。爸爸呢？爸爸也是出车祸去世的。先唱歌好吗？好吧。好，谢谢。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到妈妈。对。能告诉我你想妈妈一个人的时候你怎么度过的吗？晚上的时候我就会做梦，有时候会做妈妈在我旁边待着，